挑战 F17 击败一人40万撤离。大家好，我是宁愿自己吃泡面也要宠粉的氪金西，写下挑战书，解锁六格箱子，侧手藏点。本期挑战内容是要塞用 F57 穿六套击败一人赚40万撤离。 F57 刚出的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，但由于性价比比较低，逐渐被淡忘，直接选择堆建顶配28弹夹198子弹。正常来讲，挑战只是下战书的人和我两个人，这次因为是老粉条，给他一个带朋友的机会，随便穿一身六套直接出发。开局刷新到哪儿我也不知道，要塞我很少来，听声音坦克已经有人拉闸了。摸完小二楼出了一个唱片机，还从抽屉里摸出三把钥匙。都说要塞爆率高，这么看来还真是比电视台强，最起码怕出钥匙。穿过一条幽静的小河流，我们到了一个三层建筑里面，最下面有一个撤离点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。跟着队友晃悠到裤子，从坦克房钻进去，抬手打掉一个鸡哥，另一名队友发现敌情，我们前去支援。其实开局我就已经猜到了结果，第一个队友包围敌人被打掉，最后由于我不熟悉地图，被右手一个连喷打掉。第三名队友准备发力，一颗摔炮带走我们，本次挑战失败。这里告诉大家，自己下挑战书尽量合情合理哦，不然自己挖的坑自己填。最后提醒一个字，击败不少于一人，带出污渍不少于50万，下期见。